尤其是今年就是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后，更有这种感受，就是说虽然说就是国际的社会大家都会说要帮忙嘛，可是真正等到来救援的时间也许不是这么快，那我们台湾人还是需要有一些自我防卫的一些能力啦。以前虽然我当过两年兵，可是总觉得那个时候学到的东西好像不足以应付现代化的战争，所以就想说那就找个可以训练的地方把自己加强一下。那主要就是说，如果真的哪一天被叫招了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相对的可以在比较安全的几率下回家？那蛮多都是讲到说，因为乌俄战争的发生，那他们开始想说，我身为一个民众，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为我自己的家人，或者是伸出我的援手，帮助其他的民众。